听说重启了。我都想点睡。您好，跟您介绍。把包先确认。设好时间，然后准点的时候按进去这样子。然后本来一开始抢单人的时候没有抢到，但是是赶快看到单人人太多，赶快跳出来选双人的就抢到了这样子。所以今天是决定带爸爸一起来过爸爸节的。那今天是第一次搭新宇航空的飞机吗？对。你们有特别期待在机上体验什么？还蛮期待机上的设施，对，然后还有飞机餐这样子。爸爸这边有没有很开心？有啊，当然。一起。我有看到你们第一集，你们是粉丝吗？对。有收集心灵小物的。有各种都有收集。像是飞机模型啊、飘带啊、衣服啊、包包，很多都有。所以抢到算是非常开心。我期待飞总在飞机上跟大家说。很期待，就是整个过程都很期待。谢谢，谢谢，各位。让我们一起准备探星喽！接着，请各位将目光移向前方，我们将再次为您示范反光背心的穿法。首先，找到扣环，并松开。穿的时候，如果 S 在胸前是 NG 的哟。并扣上扣环，再依对喜好调整松紧带。如果您也追求时尚，我们不建议您调到最紧哦。以上说明结束，我们准备出发吧。我不认为说什么粉丝团经营模式啦，因为其实是
也社会对这个星宇有很大的期待啦，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粉丝非常的拥护星宇啦，并不是说什么经营模式、什么粉丝团模式啊，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国际线的航空公司嘛，我们是做 global market 的哦，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光要单靠一个粉丝团来撑起一家航空公司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国人啊，非常支持的星宇航空啊，所以其实很多人误会了啦，以为说我们都在蹭什么热度，其实并没有。但这些粉丝都是非常自动自发的，公司也没有特别去发动这些粉丝来支持公司啊。那当然，我们也都非常用心的来计划跟经营这家公司。那大家对我们有期待，我们要继续加油，然后代表着台湾把台湾的这个航空好的航空公司带出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的使命。饱和了嘛，所以大家就是出来坐坐飞机，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我多久飞的？我上礼拜才飞，多久没飞？不好意思，我做个访问，我是代表。不是说不访问吗？我就问说，今天有没有要这个跟旅客介绍一些你自己的私房景点？私房景点，对，导览部分。我们会飞到哪个地方？我们今天大概我们旁边有教官啦、大概我们飞的时候，因为我主飞嘛，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忙，所以沿路的话，大概我们也请我们那个我们大教官来跟旅客做报告啊。再来就说今天这样整个活动看起来其实还蛮顺利的，那你自己觉得说，今天这班飞机它的意义，或者说你自己的感觉？其实没有啦，因为现在疫情啦，所以基本上是意义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坐坐飞机这样子。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飞机迷对坐飞机是非常非常怀念嘛，是，因为将近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是半个月了，半年了啦，对啊，蛮长的一个时间了，而且眼看着这个疫情大概到年底，我想到应该会到明年初啦，今年大概都没有什么机会了，所以大家趁这个机会出来走一走，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嘛，很多年轻人就是也没什么事干。